个小精灵毛可香姐姐也是森林有好多外星人。我看一下，真的。我也好想要哦，因为那上面都有送东西。哦，那我们打开看看好不好？好。这有点紧，打不开吧？哦，对了，有打开方式。打开方式是什么？有线线。对。哇！姐姐好快就打开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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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笑出来！哎，姐姐，你一直在学校，一直在家里用好不好？你选一直在学校。你选一直在学校，选一直在家里。这只在学校吗？嗯。这只虾米，嗯，好，看一下送的那个是什么？送的那个，这个是沙子的，这个要跟啊，这个要记名。看一下，你是刷几分钟就 OK 了？啊，这个是计时器哦。对。哇，这个是好可爱的计时器，是漏斗刷几分钟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妈妈，可是我也好想要，因为这个太可爱了。太可爱，你要问迪。这个漏完了就可以表示刷完了，是不是？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。我这个可以送姐姐。哇，你好大方哦。对了，妈妈。嗯，这个送你了，那弟弟你送给姐姐吧。好。那姐姐送给你。姐姐送给你。姐姐要说什么？不，谢谢。谢谢弟弟，我好喜欢哦。这个白色是什么？这个白色啊，这个不要打破哈，打破就会毁掉了。这个先不要管它。好了，你拿着吧。直接贴在墙壁上。嗯，那你奖励弟弟一个抱抱吧，还是不要，他握握手就好。好。弟弟，你说这个在家里，你继续放在那里啊。拜拜。